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王牌大明星》哟，厉害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飞儿乐团了哦，一首歌为大家带来《月牙》。听哦，好棒哦，比我的歌好听呢。梦想成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债？爱情是不由己，我为找出他的秘密。Good.
棒了，有没有看到？太过瘾了！这个他们这个叫扩大营业。是的，有没有看到？丘比特王那叫结束营业。人家恶性倒闭。什么恶性倒闭？他们是直接焚毁了。他也四个人兵分四路，有没有？人家三个人团结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对。那这边现在加入四位，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乐团。会有，尤其这个贝斯手，是，都差一点变成我的专属乐队。啊，真的？为什么？后来淘汰的原因。这个小猪，他又有才华，头发这样撇下来，天哪！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啊，这种人有企图的，真的。而且我发现哦，最近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以前我在 solo 的时候，大家女生都看我，他现在20%看旁边，太奇怪。贴纸20%，你真的是80%看旁边，那你们很少。会的人有差啦，真的。然后你们两个人又互相啊，这个算是属于自体，自体什么？就是讲得好一点，自体就自己的团体里面有一批的。什么叫恶心？看过阿庆对飞呆就知道啦。这首歌应该是阿庆写的，因为我要飞。这个非常激烈，你有没有看到？飞，我要飞。那个时候你们的恋情还没有公布嘛？没，根本没有、啊。八字没有一撇，所以他等于是只是在意淫的阶段。大妈，你的胡子是有眉笔补强过的。演力好啊，都没有人敢这样讲过、哎、干嘛呢，没必要、啊、不是我、啊、是化妆师嘛，因为你上来就是给他你听着很开心的、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啊、最喜欢上新歌节目，因为就还在听笑话，不是这样的，你感觉你跟他之间有距离的，没有，因为你们因为现在三个人分成两批，没有，真的没有人讲过老师的胡子啊，真的没有人敢讲，谢谢，只有你了，真的。你这样子加以后，我们好歹我也是老师嘛，对，他都放在心里不敢讲出来了。今天是不是有一种很大名大放的舒服？对，没有。所以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们一向都是有心里面是，哎，觉得有很特别的一个角度，有没有试图就哎呀一个团体，你那团不要对，好像就是不能有办公室恋情那种感觉。一开始当然觉得这样好吗？对啊，那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对。我觉得演艺人员的私生活都非常尊重，像刚才这个佩岑来，我也不好意思说去聊婚姻的事，对，聊一些什么事情。不是你这样讲的意思是，聊出给自己对吗？开玩笑，祝福，就说有祝福，而且我们很开心哎，真的开心，真的吗？对啊，对啊。但是很多的那个，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宅男嘛，对，那佩岑姐姐又是我们宅男界的这个不要讲女神呐，宅男们不要因为佩岑姐姐有公布什么事情，你们就不支持我，是吗？因为很有可能解除哦，宅男们，真的吗？宅男一下的，我也要在这里告诉你，虽然现在宣布这个有恋情或什么，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生活啊，对不对？艺人还是要食衣住行嘛，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还是要过日子嘛，是，对不对？所以哈，不喜欢他就改喜欢我。他现在这个3月27啊，对，3月27在北京的北展，谢。哎呦，我终于要举办内地的巡回，终于啊，5年了也。那个地方你们那个喇叭哦，你稍微朝下一点。哦，哎，你如果往上的话，啪啪那个飞背嘛。哦，这样子，意思是说你有在那边表演过？6次。哦，谢谢。6次，好，知道了。小巨蛋有去过吗？小巨蛋。几次？两次。当那个蔡依林的那个嘉宾，对，观众。又又叮当，听着你。你有听过那一段？有。叮当，叮当是周杰伦的全串。今天本来要跟你一起合唱屋顶，但是黄飞鸿跟周杰伦合唱过屋顶，所以你就不跟我合唱屋顶。我现在心里面很讨厌他，杜兰他，很想打他。你愿意唱错吗？这样唱啊！我猜你们这个讨厌他，很快打他，然后他要说 Yes I do， Yes I do， 很好玩的。新唱片来了，新歌叫做好。
We are， 新歌叫 We are， 好，有，这个有 Ghetto Forever 的味道的感觉，对，嗯 ，Yes we do， 好，来一起来欣赏 We are。Yes, we are. Wow. We are rock and roll. Yeah.泪水快要被风吹干，泪水快要被你的眼泪覆盖，谁能停止我的不安，谁能停止我心里的不安，想你弥漫着我们的记忆，遗忘的过去的都用消失为明天，奇迹将是一句新的剧情，始终变是谁变也将夜色发现，今夜诉说彼此的梦，在夜里诉说着我们彼此的梦，找到一份自由，迷了路算不算一种新的生活，泪水快要被风吹干，泪水快要被你的眼泪风干，谁能停止我的不安，谁又能来停止我心里的不安，山空下铺满着真实的诱惑，江湖喧喧闹着慢慢靠近了我，眼神里有勇气，心也有了回应，从过去到今天是你选择了我，就是有他的魅力，你这个副歌那个味道整个有出来，转 key， 感觉好像飞到另外一个时空。音乐的转 key， 对对对，现在是下三小转大，转什么 key？ 下三个 key，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小转大，转大，厉害厉害，音乐人，音乐人，尤其讲歌王。各位大家有看到这张唱片有没有？是的，这个角度是最舒服的。哪一个角度？哪有？有没有？这不对，就有男女主角，不对了。有没有男女主角有没有啊？这里有一个电灯泡，底下摆在上面，从上面这样子卡下来。
戴眼镜的喷嚏，这是有意义的。这是什么意义？这次的封面是我的一个 idea。对，其实这感觉好像我们从透过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是黄金三角嘛，然后我们透过我们三个人的眼光，就看到一片绿地跟蓝天，其实就是我们的音乐世界。他们专辑的名称叫《让我们一起微笑吧》，听说这是他们两个取来砥砺自己的哦。哎呦，怎么说呢？为什么？因为这张专辑蛮特别的是，我跟飞一起做制作人。哇，这张不是你当制作人，是我当监制，老师是当监制的角色，因为老师也让我们制作看看。哦，但是这个专辑名。最后才想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蛮多的就是争执的、哦、因为第一次做嘛，所以很多的想法都想要放进来這樣、嗯、是所以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做完这张专辑其实我们最应该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彼此的那种信任感跟团结、欸、所以就想说让我们一起微笑吧，这个主题是我们专辑想表达的、嗯、对，我跟你讲，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 potential 是潜质、嗯、对对不对？不要害怕遇到挫折，在挫折当中，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成立工作室、嗯、有时候也会周转不灵啊、嗯、这个你最清楚了，对不对？清楚嘛，转钱真的很紧张，哎，搭3:30。最近有一位老师就说，哎呀，中间最近有没有运动？我说有，我每天都在跑步。他说有吗？我说什么，在哪里跑？我说大概下午3:00开始跑。他说跑哪里？我说都跑银行。他说然后每天跟火战车一样，奋战的梦进去。天哪！对呀、啊，真是。工作室里面有多少人呐、啊？啊，我的公司就是我跟飞，然后还有两个助理，四个人。四个人都能周转不灵。可以打个麻将桌。四个人，然后还能可以发薪水。那我就没听他讲。没有啦，因为为什么？因为刚刚有讲说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做制作人嘛、哦，那我就想说要把东西做得很好，所以就透支着做。对，因为我们想要用 live band 呈现，所以就要花钱去那个投资录音室练成是啊，所以那个其实成本还蛮高的、嗯啊。但是我觉得呈现效果出来，重点是效果好嘛。好、哦，效果好。对啊，我们团现在也练得不错啊。重要，他们也赚得很多、啊。这个其实那个五洲制药吴董事长也交代过我，哎、要先讲求不伤身体。再讲求药效，真的是广告词。哎呀，你看他没，在感觉他药效果很好啊，伤身体就不行。对，有一种壮阳药，哇、哦，效果很好哦，哇，第二次就不行。哎，这个蛮有道理。有道理。不要伤身，一我是受害人。我哪儿子？所以万一有周转不灵的话，请找信哥。今天就知道了，好不好？好不好？一通电话，08建林老师一定会帮你的。关我屁事啊！先来我要飞好了，好吧？这也是新歌嘛。对，这个是旧歌，广告歌曲，演唱会常唱的歌曲，对，很常。这首歌应该是不是建林老师写的？阿庆写的，为什么？因为我要飞。哎呦，不是那个意思啦，有，就是那个意思，新奇的意思。哎，还蛮浪漫的耶。对，恶心的，我唱不出来了。哎呦，他这个歌真的是有这个意思的。当初没有这样想啦，可是后来越唱就越，因为中间那个桥段就是飞飞飛飛飛 飛, 飞飞飞飞飞，然后我每在唱和声的时候，我就默默觉得，哎，好像有点。你现在挖了一个洞跳下去。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好落寞了，老师好落寞。请问一下，我现在心情怎么？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你的生涯里面都要戴着墨镜。有眼泪。让人家看到他的泪光嘛。那先我要飞，我们来听听看有多恶心。飞飞飞飞飞飞飞，我
非常激烈，你有没有看到？是的，飞飞飞，我想飞。然后还有追追，那个时候你们的恋情还没有公布吗？根本没有、啊，八字没有一撇，没有也没有。他心里才在想要追而已，所以他等于是只是在意淫的阶段。没有想那么多、啊欸，我很少看到你脸红，你怎么越谈脸越红啊？是啊，真的耶。对呀、啊，然后越唱越觉得越怪怪，后来和声慢慢就不唱了。不过好像比较听到那个建宁老师在唱歌哈、哦，比较少了，比较少。对，因为我觉得做制作人了、啊，对啊、哦，比较少唱歌，就唱得好的话就当歌手了嘛。也 OK 啊，你我唱不行了，我唱清唱两句，我们听听看，清唱。keyboard 跟你配合。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唱过歌哎、欸，真的吗？真的。那以后那个麦克风不用架了嘛？那你老是在平常他在写歌，他都会唱啊。我们一起来写歌，他都会唱。来来来，唱好玩的嘛。随便来一个，来一个。我陷在爱里面，一张无辜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再讲好了，怎么样？哎，这唱会很开心。很好听，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哦，现在时代真的不一样了，会唱歌人太多了，你随便钱柜的从第一包厢走到最后一包，每一包都能出唱片，每一包都出唱片，还是有特色的，要有特色就是要有特色，谢谢谢谢，他帮很多人写歌嘛，张学友。啊，对啊，周慧的、江美琪的，是刚刚那个张惠妹、苏永康的，啊、陈奕迅的都有了，是几乎都有了。对、啊，刚刚那一首歌，就有一个天王没有帮他写到，有机会麻烦你了。嗯、好，差老师这一首，真的真的有吗？好，真的真的有就来了。好，主打歌是杰伦跟方文山写的，没问题。啊，叫做杰伦跟方文山写、哦，叫做什么歌名？叫做一路上小溪。大哥，好走。所以我们要做纸做的唱片，可以烧的。送给天上的你，献给天上的。他为台湾的那个火龙写一首歌，吃好西瓜，假喝西瓜，假喝西瓜。真的，阿庆也写好多歌，你也帮九令写过、啊。有啊，九令有写过、啊，妥协。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不见。啊，好好听，好听，还有那个张韶涵，帮写哪一首？遗失的美好，张韶涵写两三首了、啊，第一首是遗失的美好。哎呀，那首很棒，还有挺峰啊，啊，谢霆锋，对，真正的谢霆锋还是山寨的，应该是真的啊，山寨没看过，不好意思，家务事。有人说那小子长得像谢霆锋。长得不像，有点像蟹肚子。所以今天也是新诗啊，哪一首？哪一首？谢霆锋的《勇者之歌》。哦哟，之前有一次在香港碰到他，然后就说很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合作这样。哎，蔡健雅、S.H.E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嗯、所以今天只唱好了。嗯，刚老师也唱过了，轮到阿庆来自弹自唱。好，你还要唱几首歌 ？F.I.R. 出专辑，萧敬腾亲力相挺，大放松。爱你是借口。
老师也唱过了，轮到阿琴来自弹自唱。好，你还唱几首歌 ？Keyboard，Keyboard， 还有，而且哦，他还会模仿，他会模仿啊，他很厉害，要模仿哦。请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很像哎，好傻。寂寞就给我承受，换你过更好的生活。哎呦，不错哎，好像。而且这首歌就是他帮萧敬腾写的。平常根本都没有这种机会啊，可以听他们这个在那里搞笑一下，玩一下。你想爱模仿？再来再来，好不好？还有，那个我之前跟其实我们喜欢听你们模仿，后面那个唱的歌都不要再唱。我们整个模仿好了，你模仿艾莎，好，你模仿申普阳刚。屁男人，老虎吃了。来，再来一首李玖哲，李玖哲要合唱的歌词，记得。记得还所有幸福的片段，所以才已经忘记要离开，算出是情绪勇敢付出我的爱，只要记得爱就无所谓。还要唱错。忽然，哎呀，李玖哲真的像，哎，还有经典的来一个，好不好？我们这一类型的歌手，天王级的歌手，哇宅的，好不好？刘德华，沙妹沙弟来一下，好忘情水，有像有像哎，哎，我如果今天我学的最像，其实是刘德华，真的，对，要好好唱一下，不然那个老师帮我弹一下哦。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伤悲，说只要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歌词怎么样？付出的爱收不回，你是被抢过一半了。你刚说一次，你先唱下去。哎呀，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咬字。对，慢慢来。其实啊，模仿就是进步的原动力。而且模仿的人要自己很会唱，对不对？对，对，唱得很好。刚刚讲演唱会，其实演唱会我们就会有这种不一样的变化，对对对，会有展现。所以我们演唱会是很值得期待啊！对，一定要，一定要，要不然你们舞蹈没死。对不对？要找多一点变化嘛。对对对对。好，好，你有舞蹈吗？嗯，有过啦。啊，有过是吧？对。这次北京会有吗？嗯，没有。哇，那这个演唱会一定很好看。好是，好吧 ，Lydia 来唱，来。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我留下，总会有
莉莉亚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人、啊、那个时候其实在我的工作室有一个学生啦，他的名字叫莉莉亚，叫莉莉亚，对对对，是想要发展一段师生恋的，不是啦，但是因为他可能失恋很难过、哦、那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周遭很多的人其实为了很多感情、或是其他因素所苦，所以才写下这个歌啦、其实有点是鼓励大家说，就算你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对对对对 对, 对，你还是要坚强起来，没错没错，来来来，贝尔乐团呢、庆在当歌手前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漫画家，今天我们就来考验看看庆是不是真的有成为漫画家的才华，还是继续乖乖的在音乐路上发展就好了呢。那我们来考他好了，好吧，考我吗？即兴就对了，先画个兔子，噔噔噔，看一下阿庆的画风、哇，是那种可爱的，哇哦，他以前有机会成为职业的画家，哇、可爱，你这个差一点点而已，差什么？你这个差这个动作，差一个血出来，这是兔子，我鬼才看得懂，兔子很明显呢，兔子啊，对啊，蛮像的、啊，耳朵那样子、还蛮久没画了。好了，乌龟，乌龟，龟兔赛跑，哎呦，哎呦，哎呦，小乌龟、会画、啊，哇哦。好可爱哦！啊，这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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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学就很。哦，我是龟。来来来来，那我出个题目，你们三个来猜，好不好？我跟你讲一点，好好好，简单一简单一点。好，这个简单了吧？好，成语一个。这个有点难呢。成语。哎，这是什么？雷鸟。乌合之众。这是鹤。错。鹤。这是鹤。一飞冲天。驾鹤西游。错。这是鹤，鹤立鸡群，不是，错错，哎呦，很难呢。哎，渔翁得利，它是一个成语，鹬蚌相争，它有两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画一条鱼哟。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哎呦，这是凤毛，这个宪哥你害我，这个简单的吧。鳞也不是那个鳞片的鳞啊，就是那个鳞，是那个麒麟的鳞。对啊，麒麟啊 ，OK OK， 这样比较好猜嘛，麒麟难画。又是一只鸡吗？咕咕咕咕咕鸡，鸡鸡鸡啊，鸡飞狗跳。哎呦，鸡鸡怎么了？鸡犬不宁，不对，鸡犬松鼠啦。嗯。会不会是鸡犬见宁啊？鸡犬升天，答对了嘛？有光环，我看到那个圈圈我就知道。好，来来来来，这一个这一个，哦哦，这个难诶，难了啊！可以可以，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知道我知道难。猫咪，哎，电视机前的您有看出阿庆画的是什么吗？台酒传承千年发酵经验。哦，这个难诶，难了啊！可以可以，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知道我知道难。猫咪，哎，戴墨镜，瞎猫遇到死老鼠，死耗子，死耗子，对啦，没错啊，真的耶！你看什么瞎猫遇到死耗子，戴墨镜，对对对，好可爱哦，还有拿拐杖瞎猫，最后一个，这个我来，你要看，哎，宪哥来，宪哥来，好，我看一下。我们猜，速度要有速度感，对不对？是，好，对不对？宪哥，点快，可是看不到什么。让我们一起微笑吧。这个叫头昏脑胀，怒发冲冠。对嘛？对对。可是他没有兴趣的样子。对呀，他在笑。头发自己往上，好烂哦。特色，对对，抓特色。对，好，再提再提。所以你这个要特色。我要画，我要画。好，预备。一石二鸟，你有没有看到？有厉害打真的吗？是吗？还是没有？没有啊，这个鸟还没有画上去啊。哎，哇，鸟厉害！鸟不对吧？这应该这一箭双雕嘛？一箭双雕，一箭双雕。你的鸟好有艺术气，它是鸟哎，它有叉叉的眼睛哎，远远看真的很像鸟啊，鸟尾巴，哇，从那个嘴，从那个脚那边穿过去。好了好了，好玩好玩哎，好。新专辑唱片真的好听，嗯，两首歌一起来唱一唱，好，再不唱的话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胡子在褪色。有吗？来，黄老师来，等一下，等一下，看看我真的胡子。
胡子是很少见，好不好？来，一起来欣赏这两首。说谎话不是推人往爱的方向。
上固执的地就知道了啊，这首歌应该是阿庆写的，因为我要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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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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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飞。那个时候你们的恋情还没有公布吗？根本没有，八字没有一撇，所以他等于是只是在意淫的阶段。什么东西？大家好，我是伍佰。